医生，挖土机有生病吗？挖土机。他在柜台等呢。挖土机有生病吗？有哈、哦，你看弟弟在帮挖土机看病呢。挖土机是不是怀孕了？弟弟，挖土机是不是？他弟弟也怀孕了。是哦。弟弟，看好了没？好久啊，怎么这么久？医生是怎样啊？要排队哦，挖土机看完才可以换安丽丽哦。我没有生病啦，看完了，看完了。好看安丽丽，看安丽丽，安丽丽。没有，我又没有生病，我只是载她回家。啊，是哦。那你干嘛来这边？干嘛来医院？我说你啊，你干嘛带安丽丽来医院？这是因为她就不行动啊。是啊、哦。对啊，都有人当啊。哦好。我的这个坏了。就装起来就好了。这个坏了。装起来就好了，装起来就好了。